或者以六道的用清为第一，自行其任精进，静思为修，自经体力现前，必地动完，婆罗蜜多多比岸定格地。咱爱真用心啊，修行啊，就是爱讲究，时时回归家己的本地风光来，逐天伫咧生活，逐天就是向着外面伫咧眼睛，其实咱有真水的心地风光，咱应该呢爱时时回归反观心地风光啊，或者就是智慧啦，智慧在凡夫呢叫做思想境界，也伫圣人呐、啊、是叫做智慧，完全是清净无染有的智慧，在六道中啦，称为第一，那就是智慧啦。咱无私行舍以来呀，咱爱真清楚，咱有一生起来，真如本性，不生不灭啊！与佛同等，吼、哦，无增无减，对，甲佛平等啊，同款有这个智慧，这种清净无染的智慧，人人本具，咱一定爱真相信。不过，咱就是。这个智慧呢，一无小心，那就是一念妄动啦，生三世，所以非常细腻啦，迄个贪心安尼去会动起来，所以一念进这个心气啦。就安尼呢，在这个境界为缘中六处，这所谓境界啊，世间一切啦，人事物啦，安尼，互咱不断伫咧做作福祉吼，啊，要安怎呢？听佛法啦，唯有佛法是咱的来时路。咱安怎来，咱就爱安怎样倒转来啦。佛陀啊，伊是先知先觉，已经呢早都知啦，早都已经呢觉悟啦。以人民众生啊，在四生六道中呢，安尼轮转不断啊，希望会当不断来人间，生生世世来度化，唔只是两千多年前，一识达多太祖。
色达多太子的过去、过去、过去行动，还是呢不断不断在人间啊，只是时缘成熟，时间啊、因缘啊成熟啦，所以伊就来一个应心，应这个世间所需要，伫这个尼泊尔，也就是呢，迦毗罗卫国，伊这对的父母有缘应心来啦，经过了六年的苦行啊，五年的禅房啊，一番的静思维，恍然大悟啦！天地宇宙万物啊，回归的一念真如的本性，那就是真谛，那就是真理，体会了真空，体悟了妙义啊！这就是法界回归倒转来啦，所有一切的一切回归于真理啦，是清净无染、无相无体啦，迄个真理。这就是佛的智慧，所谓真理呢，回归第一，分隔、悔恨，这就是伊爱经过了历练，自省，爱用真诚恳的心，那么爱布施。付出入人群中去布施啦，行六道行啊。那这个最善意的心呢，天地人物啊，共为一体，这种自性恰性的心，投入人群中。要投入人群中啊，也得持戒忍辱精进，安回归在静思维修，这心定定静寂清净，自然希望啊，这种回归呢，静寂清净，虚空法界。就是自然希望，一种辽阔的境界呀、啊。真的，就是爱经过安尼修来啦。自然呐、啊，佛陀感悟了后呢，开始入灵观，讲经说法啦。自经体力现前，经者多呀，通利大众行这条呢菩提角度，这身体力行啊，入灵群，这就是慈悲，不受灵群污染呢。这就是清净的智慧，所以这诸经啊，所有的经典啊，所经历过的菩提角度、各有情的路，安尼行过来啦，这彼地同源，安尼呢？就是叫做大圆经地啦，这就是法界。最近啊，现在在咱静思堂啊，有14个国家，170多万人啊，
因回来啦。这其中真正的特殊呢，有非洲啦，非洲有七个国家，现在就是当地的布政治呀。也阁有伫非洲啦，伫咧耕作的农夫，自这浙江非洲这块土地呢，由因去经营啊，实在是真用心，也是将台湾这个因缘呐成熟啦，因安尼将台湾呐、啊、到非洲去经营事业。心念一转啊，现在伫咧经营事业，就亲像讲玉屋有一位吴东宝居士，伊呢，甲即群的浙江菩萨啊，伊就是经营这冰冻供餐，那就是伫去当村啊。一切玉宝的浙江在那个苏州园那个所在，那个贫民窟里呐，底下在那发放物资啊，底下跟大家人呢，哦，带动啊，那个中间有一位牧师，这位牧师呢，看到苏州人这么辛苦爱的付出啊，所以伊就甲伊讲。遐有一间个铁皮厝吼，啊，恁会用个伫迄个所在呢去设施供餐呐？啊，住这人感恩啊，这位牧师呢会指引啊去使用迄间铁皮厝，然后呢，因为囡仔愈来愈增加，就足努力。国家校长呢，来沟通，校园也阁遮大，是毋是伫遐伫咧发草的校园，互阮来种菜？校长嘛感觉讲，啊，这发草的土地，恁要种菜，啊，都互恁去种嘛。因就赶紧呢号召，遮个家长、职工拢总来。来经营这块土地，哦，几十天后呢，菜啊大长啦，一片呢，安尼绿油油的菜呀，哇，这些菜呢，都会当供应啊，好，这些囡仔会餐食，佮会当供应呢，贫穷苦难人啊，或者志工足有成就感的啊。从安尼开始呢，一供会当同一直供餐一百外个囡仔啦，三顿呢有通吃吼。那底下种菜的职工也增加到三十外位，啊，增加真欢喜吼。看，亲像安尼，这拢都需要呢。布施的心愿意付出，而且呢，大家人伫咧带动遮个无同的种族，哈、啊，即款的贫困的志工啊，互因呢心灵的财富，因会当甲带甲，因足欢喜，真精进，真认真去付出，所以呢，资金体力现前。只要道理呢，教出去，现在咱看会到的，佛陀的时代呢，安尼施教出去，同款呢，也是现前，体力现前，嘛是看会到啊，真呢，看会到出来呢，真正是慈悲智慧动员呐，所以波罗蜜。多婆罗蜜多啊，就是多悲眼，就是悲眼多啊。到迄个所在啦，到位啦，将初眼呐
到彼岸去啦，定觉地，这是佛陀的时代，安尼伫咧教育啦，弟子呢完全了解啦，了解了后呢，就身体力行，将凡夫的初眼呢，那成就佛陀所说法这个道理啦，就安尼呢。穿过了这个千秋浪的烦恼河，安尼呢，到彼岸过去，那就是定觉地咯。吼，这已经予咱看到的成果咯。吼，呀，也那地佛嘞，佛甲地主啦，地主呢体悟了佛法啦。身体力行，佛陀在世，伊都爱甲因受记，爱甲因约束啊。大家人真相信佛，这个依然的约束，依然就是一种的约束。你未来等等吼，那未来你会当得到安尼的果报，大家人足相信的。尽管佛陀为因受记时间是真长啦，但是呢，因嘛是足相信啦，所以伫这段受记篇啦，咱也都爱真相信吼。前面的文安尼讲，懂得生活，虾米人懂得生活啦？木建莲啊，木建莲的懂得生活啊，何话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，应供净遍地明行足，善世世间皆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佛，世尊，大家人会晓背，这是。佛陀的十德十福啦，吼，那当中完成啦。结明呢，下面一段文，要表达了这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伊的国度、的时代、时代甲国度的名称咯，吼。所以讲，结明希望呐，国民娱乐，基础平静啊，玻璃为地，保持庄严呐，善尽诸花，周遍清净，见家欢喜呀，这样结明。希望国民娱乐，可见呢，好未来这个土地呢，是予人日日欢喜吼。就是这尊佛啦，以神通摄色，因为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嘛，将来伊的果啦，成佛的果报，伫这个国土呢，伊也是运用伊神通啊，伫这个世间呐，来教化众生。和众生呐，心悦诚服吼，那因为安尼名叫做希望呐，国度娱乐，伊用种种的方法啦，会当真正的普遍和人人呢，众生的心呢，拢是真欢喜啦，真诚意去服务人群，迄个所在。
国度呢是平静啊，不离为地。迄个所在，诶，国土啦，真正是真平吼，真平真静啦，无咧为地，就是表示迄个土地呢真平坦啦。那这就是因为菩萨心地无有不平啦，菩萨的心地。拢总是真平坦啦，故所感意境，报托世界平静。咱伫咧修菩萨道啦，用爱铺路啊，铺甲安尼平平平呀，将来目见人生活的国度里呢，就是安尼啦，这样子平坦，这么平静，玻璃为地，用水晶玻璃来铺地啦，这呢是集体结晶如宝，这个玻璃水晶啦，就是宝啊，七宝之一啦，吼，伊的迄个质啦，伊的体质是结晶的。垃圾若放伫玻璃面顶，小可拭一就干干净净，光亮照人呐。这呢，就是伊的体质有洁净如宝啦。所以，也阁有宝树庄严嘛，啊，善金珠花。宝树真庄严哦，搁再呢，定定呢，迄个树的面顶所结的呢，迄个果啊，哈，拢珍珠啦，迄个珍珠成熟啦，都安尼粒粒粒粒安尼直直堆落来，哇，这个珍珠的花啊，好满满是咯吼，啊，这就是。菩提原形，菩萨的原啦，菩提角度啦，这就是啊，一行这个菩萨道角度呢，它就是身体力行，因为伊修行的时间长，功夫的数量多，力量群呐，度众生的无量数。所以现在的结果呢，就亲像这个宝树、宝树啦，所开花结果，亲像珍珠累累吼，所做的呢，拢是成果，都是珍珠吼，这就是表示菩提愿吼，那不断来发菩提心嘛，不断的行菩萨道吼。善金珠花吼，就是安尼不断呐，伫咧庄严付出，那周遍清净呐，就安尼呢，真快哦，唔是干那一个所在，是真普遍一地方啊，周遍清净，就是表示呢，片段诸恶。遍修净行，那无处不究啦。这累生累世啊，
八千佛，二百万亿佛，在佛世时，佛灭度后，就是不断不断爱修行，不管是佛在世，弘誓诸佛，佛陀的教育断除烦恼恶念啊，不断的遍修净行，任何一个所在无不是道场，任何一个地方呢，无不都是清净，入灵根中不受污染，任何所在都是清净的地方。看看，自在人啊，走入真垃圾的所在呢，去甲伊清扫，不管安怎垃圾啦，同款，都是安尼，唔惊去甲伊清扫啦。扫到后来呢，哦，眼光一亮啊，环境清净啦，这拢是爱有一片清净的心。遍修净行，遍修一切净行，那无处不究，不管什么所在都是安尼。台湾是安尼做，看非洲嘛是安尼做，全球的住这人啊，都是同款安尼伫咧付出，所以必定爱遍断诸恶。遍修净行，无处不究，爱来来回回，不断不断的，安尼修遍，不断去付出哈。自然呢，就是化物为为净土哈，这都是菩萨的心愿，见者欢喜啦，众生所看无不欢喜的所在。总共一句，爱的力量啦，会当呢不断不断付出，付出呢，咱的心嘛真欢喜呀。外面的境界搁较安怎恶作啊？你用心呢去给净化，众生搁较安怎贫困？只要呢你用心拍开伊富有人人本具的佛性，伊嘛会当通发挥呢。真大的力量，就地取材啦，就地呢弘法吼，这都是人间菩萨。所以佛陀伫咧修记啦，伊希望咱人人啦，拢是伫佛的道场必修记的人。所以咱只爱咱时时多用心啊。